尽快十点，我用光速赶快奔去洗把脸，却突然听见哇，谢谢你们，啊，好可爱，谢谢你们来，辛苦了。我没带钱，我的天，到底是什么问题？为什么？朋友最喜欢我什么歌啊？谢谢你喜欢。他是什么天气，什么问题，什么运气，什么道理都不会怎样。我突然想。是什么作品？作对。作对哦。白与黑无所谓，我和自己作对，不让梦枯萎。错或对不是罪，没有什么绝对。我跨越不存在的界限。谢谢今天特地抽空来这里跟我过生日的你们。